奔向路上，多少聚散，记忆深处手就能触摸到阳光，一些迷惘，一些不安，总会在下一个转弯。 全部放下，唱一段拉萨萨呀，我感觉爱的力量，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，勇敢的眼泪发烫。唱一段拉萨萨呀，眼泪慢慢的干了。 顺着走就会找到了方向，那接近爱的地方。唱一段拉萨萨呀，我感觉爱的力量，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，勇敢的眼泪发烫。唱一段拉萨萨呀。 事情瞒着我，瞒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女人直觉最准。没错，我是有事情瞒着你。我就知道。你说多久啊？半年了。这么久了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从我升业务经理就开始了。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样？我发誓，一定给交代。刘明达，你真是坏男人！简淑霞，你真的是哦，傻女人啦！ 是你自己把自己耍得团团转，我想女人都是这样哦。好，我告诉你实情，我刚刚要讲的人是呢，我的老板。我老板得了肝癌，剩没多少时间了。什么？他升我做业务经理。 叫我帮他看着公司，等他回来，所以我才会天天加班，天天替他看守公司，才会没空陪你嘛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他要我保密啊。可是我是你老婆哎、欸。君子协定，对老婆也不能说。你就是什么都不说。 害我又以为是桃花惹的祸，对不对？都是你啊！害我又变得无理取闹，你真的很讨厌。小姐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件既严肃又感伤的事情，好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不应该这样。哎，你们老板生病，那你们公司现在怎么办？ 老板说，他没什么希望了，想把整个公司交给我经营，给我干股。交给你经营？可是他不是有家人可以继承吗？他那两个老婆没办法接管事业啦，他最相信的就是我。所以你答应了？老板带我入行，又教我那么多，他要放给我，我不能不管嘛。 你当然要管啊！啊！我以为你要反对哎。我为什么要反对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天生就是个反对派啊！我明明就是明理的人。至少以后我会不一样。本性难移呀！你看着吧，我会跟你一起奋斗的。你不是还要去工厂吗？我可以去了。琳达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一种姻缘是要经历各种不同的关系。哪几种啊？ 自己慢慢体会，出门吧。请进。经理，阿拉伯的客户要到了，但是有人急着见你，没有预约。谁呀？家己嘅公司，家己人，咁有需要少少时间。老板娘好。老板娘，请问需要喝点什么吗？咩啊？ 万一你出去的时阵，顺便过来吗？老板娘，请坐。较早，伊拢互我坐这个位，伊真听我的。若毋是阮熟识了上班，我相信我一定是这世人唯一的某。啊。别人的说伊，拢是唱调调。 不过伊无同款，伊拢会带我出门，来去伊想吼，我一定拢会带我去呢。就算伊无对别人介绍我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伫个心肝内一定是认为阮两个人才是一对翁仔某。家里人嘛知，敢是嘞？心出山到即马，拢无一个人有甲我看伫个眼内。不会吧？你哪有可能会知影我所受的委屈啊？假使伊伫个天顶若知哦，一定嘛会替我做唔甘的啦。老板其实都做了最妥当的安排，公司的股份呢也都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当然也有您的一份，包括女儿，都做了最好的安排啦。正明的拢是大家看会到的啊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对我一定唔单安尼尔，一定要阁有其他啥物别项的。别的啊？啊，是啊，伊敢无交代啥物别项的互你吗？伊这生意遮尔啊侪年啊。 除了公司还阁有遐现金以外，一定还阁有其他个啊，诶，参像是房地产、股票，还是讲啊股东啊。那些我都不清楚，他只有交代我公司而已。一定是大棒牛暗藏起来。没有。你敢放我鸡巴讲无？我敢100%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其实以公司目前的规模跟业务量。 你每年可以分到不少红利，吃也有，住也有，不用烦恼太多啊。刚刚有通才有通哦，心地安心，来到一天若是用赶出门，是不然徛出来听我奶母仔讲话，你知无？ 喂，哦，客人来了，那你请他等一下哈。 嗯，头家娘啊，我知影啦，我袂留伫遮顾人我。靠山无啊，家己得较巴结。老经理。 不敢，叫我小刘就可以了。小刘，来，你定甲我斗相共。帮你啊。是啦，唉，我的未来哦，要一个定数，我袂用等大帮来甲我逼到走投无路啊。一间公司哦，较早我嘛定咧出力，啊业务啥我拢嘛捌啦。以后吼，若是有啥物大客户需要招待。 你也交互我做，啊，若是公司的小铺吼，嘛爱摕我看，啊，若是有啥物重要决定吼，啊，我知影哦。小刘，我知影你是一个好人，请你可怜阮两个母仔囝，无伊无我好无？老板娘，阿拉伯人来了。 经理，客人不是到了吗？我请他在休润喝茶了。我去找他。经理啊，不是阿拉伯人啦。不像阿拉伯人啊。请问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们那天在丧礼上才见过的啊。啊，是老板娘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眼睛花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上班了。啊，哪里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这公司的事呢，我都不管的，我只管家里。是啊，都是老板做主，他是男主外，女主内嘛。我真的是太依赖他了，可是他现在走了，我再怎么不愿意，也要出来看一看。家里的这些事业，我总是要出来寻一寻嘛。啊。公司的生意好吗？ 稳定啦，老板打下很好的基础。那目前我们也开发不少新客户，今年的业绩会比去年成长20%左右。难怪我先生这么放心的把事业交给你。是老板看中我啦。感情里。这个玉镯啊，是我在银楼看到的，我看它色泽很美，是上等货，你就帮我送给你太太，这是表示我个人的一点心意。姑娘，这个我们绝对不能收了。你听我说，我这个人呢，很多事情都不会，也都不懂。 这以后公司的事情，我就拜托你多教教我了。啊？是啊，最好是能帮我安排一个位置。当你的下属也没有关系的。老板娘，其实你真的不用太担心公司啦。这事我一定要插手的。我儿子把书念完了，他迟早这个公司他要接手的啊。我也知道说他到公司很多事情你都会教他，我不能什么都不懂啊。 所以我一定要紧紧抓住，免得所有的东西都被那小的拿走了。也不至于啦，别人的丈夫他都敢抢了，他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以前是有人护他，我现在绝对不会让他再嚣张了的。老板娘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家和万事兴，自从有那女的，家里什么时候和过？慧心才怪。 Hello， 是谁呀？你公司的股东啊。先洗手间，好。好，来。海仔哈，您稍等一下。好。那股东叫来家里做什么？不是我叫来的，是他们自己来的。那他们有没有说来家里要做什么？ 没有呀，他们说等你回来再谈。只怕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拍谁啦？啊，让您等一下你顾哈。我们都是你以前老板的亲戚，这是二叔，这是三婶，这四姑。 这姑丈，我是舅舅。丧礼我们都有去，只是没有机会跟你正式相见。是是是，大家好哈，大家好。我们都是珊瑚的股东，股份虽然不多，但也还是股东啊，对公司是有发言权的。哦，那是当然的啦。虽然你们老板有70%的股权。 但是在我们大家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，居然把公司的经营权都交给你，这个我们是有待商榷哦。对啦，我们都是公司几十年的股东，按那种金价我搞坑的干来呢。我想各位对我不是很熟悉啊哈，所以才不太放心。我相信你是有这个实力，但是我就直说吧，我们并不是不懂诚意，只是年纪大了做不下去。 我儿子哦，他在丝袜公司做过，这丝袜跟成衣哦都是纺织品，意思差不多了。我想调他来公司当个副总什么的，跟着你做，跟着你学。阿舅啊，到底是讲到叨位去啊？咱今仔来这干是这意思，那讲到恁囝遐去啦。我来讲哦，比较快啦。我们的意思哦，是想把你的干股买过来啦。毕竟哦，这是一个家族企业，你懂我的意思啦。股东哦，单纯一点啦。 你加在我们这么多人当中哦，不太方便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老板生前的交代是希望我经营公司，然后帮他照顾妻小，我们并不会亏待他们大小姨，他们还是最大，只是女人家哦不懂得做生意啊，还是由我们来帮她哦比较好啦。你是咧讲什么话啊？什么查某人袂晓做生意？我嘛捌开过干仔店嘞，阿东也来甲我买物件，我嘛甲伊比手画脚，我都无咧惊嘞。咱讲实在啦，这珊瑚业务经理啦，我做我嘛无咧惊啦。啊你是讲倒遐去啦？啊本来就是安尼啊，我就是这种人啊。你哦，莫踮咧遮分规规啊啦，要做业务经理哦，嘛爱考虑阮家的安怎打啦。伊哦，少年的时阵吼是业务高手呢，哈，袂到输落的安尼也算哦。谁都无算啦，哈？ 啥人无送啊？是啊，咱代做吼就对啊啦。你嘛知影钱正歹赚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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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嘛知影钱正歹赚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得很清楚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，希望我退出。 对吧？怎么了？ 没有想到会演变成这样。你以为自己是去救火，没想到被当成放火的，每个人都想把你扑灭。心酸呐、啊，也不想看老板才走多久，这抢的有够难看的嘛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你说呢？ 大小老婆本来就是天敌，男人在的时候还压得住，现在男人不在了，只会越闹越凶。你夹在中间，怎么做，两边都不会满意。再加上那些亲戚、小股东，更难。老板就知道家族一定会闹，所以才让我这个局外人进去。 老板就是说过、啊，我这个人就单纯又负责。单纯的人要怎么面对这么复杂的局面？哎，那我又要怎么面对老板的交代嘛？你笑什么？没有。哦，你是笑在乐天的人夹在大小老婆中间，你会叹气？ 我没有那么说，简小姐，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。怕了吼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来。走，领导，走，领导。 经理，客人已经到了，在收入部等你。这么早？是阿拉伯人没错吧？是。每次都不等人家把话讲完。我知你刚公司合作过来年，啊，今嘛吼，我在我这里啦。什么？你是负责人？在下游都是这样啦。 你的条搞处理的对啦，有你的条啦。我儿子哦才是这家的老板，他现在年纪还小，我现在是他的代理人 ，you know？ I don't understand. Hello, hello, beautiful, beautiful. 你提无路用，阿拉伯查某人无穿安尼凉的啦，阿拉伯人不喜欢穿这种衣服啦。Hello, hello, 乌拉啦，乌拉啦，乌拉是 Thompson 钥匙 ，Thompson 钥匙。退休了，退休了。Hello， 以后业绩哦最高手哎。哎呀，我听老板啦，听老板啦，听老板啦，这边老板。间公司哦，较早我嘛定咧出力，啊业务啥我拢嘛捌啦。啊，若是公司的小铺吼，嘛爱开我看。啊，若是啥物重要决定吼，啊我知影哦。我这个人呢，很多事情都不会，也都不懂，最好是能帮我安排一个位置，当你的下属也没有关系的。老板娘，其实你真的不用太担心公司啦。我不能什么都不懂啊。 所以我一定要紧紧抓住，免得所有的东西都被那小的拿走了。喂，怎么不说话啊？那个，你说吧。你能接受我失业吗？你被股东炒鱿鱼啦！我可能会辞职。哼，哼什么啦？ 怕没钱买新衣服哦。无赖！我哼是说，你居然为了这种无聊事打电话给我，我们又不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，还怕什么？哼！这么生气啊？我烫衣服烫到一半，不要吵我啦，再见。谢谢各位来参加我召开的临时会议。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啊，今年公司的业绩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23%。更好的是，我预估下半年的营业额可以比上半年再好上40%。景气好嘛，加上全公司的努力，成长得很快。所以我希望各位股东都能够相信我的能力。 让我能够为大家的利益全力的往前冲。那让我再说的更明白一点，我认为这间公司的经营权跟所有权需要完全的分开。所有的股东呢，除了股东会议之外，平常不要干涉公司的运作。安尼哪会用啦？咱的公司内内底是啥个，我无咱家己人啦。那就要请各位尊重干部的专业。 是啦，大家吼，若是听老经理的话啊，得尊重阮先生哦，在生时阵来交代啦。谁是你先生啊？你哪一张证明文件能证明贾进明是你先生啊？啊，你莫甲我派啦，文件老上啥？啊，只不过是纸尔。哈，人阮查某囝吼是致命的亲骨肉，这毋才较实在。那是你自己说的，谁知道了？你好了好了，今天不争这个，今天大家都是平等的，都是股东身份，不分大小股。 一起听刘经理讲清楚嘛！刘经理，你不能只要我们乖乖放手给你，你都不尊重我们的感受。刘经理，你要知道哦，我们股东有权利监督经理人员哦，更有权利改派经理哦。那是当然啦。如果各位还是对我不放心，一定要干涉公司的运作的话，那么。 那我只有请各位赶快派人接手，我也只有对不起老板，离开这里。那安尼你的股份是不是我来卖给我啊？你怎么来给你啊？晚上想要吃什么吗？都好啊。对面新开一家餐馆，我们去试试看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我好饿哦，我们直接走吧。树下，都快吃完一条，你还饿啊？来一份三杯杏鲍菇、炒高丽菜、宫保鸡丁、豆豉啊！哎，你会不会叫太多啊？就真的很想吃嘛！再来一份梅汁排骨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一份客家小炒。好。 这事解决了。我失业了。也好啊，这样就有时间清理鱼缸了嘛。可是总觉得辜负贾老板啦，他那么慎重，把公司托付给我。这也不是你愿意的啊，是他们不让你做嘛。 人呐、啊，真是复杂的动物。有时候你想要保持单纯，竟然做不到。好了啦，别只顾着想照顾别人的家务事，也要顾顾自己家的妻小。嗯。你想，自己想。你是说你这里？什么这里那里是什么？难看哎。确定？一个星期前检查的。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啦？你一机那么忙，你应该早点讲了，这样我就不会轻易把工作辞掉啊。为了孩子，我再为难我也会做下去嘛。我就是担心孩子会影响你的决定，所以才不讲的啊。 不要用那种情爱的眼神看我，你没那么帅。好吧。可是我现在失业了，这孩子要怎么养下去啊？孩子才2个月大，还有大半年才出世，你有大半年的时间可以找工作，怕什么？紧张什么？你还真是老心栽栽哦。这是当然的啊。 你都有掌管一家公司的能力了，国外客户也都认识你 David Liu， 有什么好怕的？啊！听你这么一说啊，我发现有个工作很适合你。什么？ 老板娘，你想要创业？为什么不行？我既然有掌管一家公司的能力，现在时机好，景气对啊，我干脆去闯闯看，你看好不好？我先去算算命。哎，不用算命，你每次算命我都会倒霉啊。那。 要不要找人一起投资？不用啦，你不要忘了，我就吃了股东的苦头啊，才会失业的。虽然没有资金，可是我有业务能力啊，下游工厂我的关系也够，我可以靠自己接单，啊，没问题的。先下去帮你上菜，好好给自己。 哎，等等，倒是有一个人很适合做我们的股东。谁？小股东，爸爸一定帮你开一家最赚钱的公司。属下，多吃一点啊！我来帮你夹。多吃一点啊！这个青菜啊，对 baby 是最健康的。 你想要男生还是女生？是男生是女生都好啊。是吗？嗯，啊，那看来我要赶快帮公司取一个好一点的名字，名字好，运就会好。运如果好的话呢，钱自然就赚得多。公司的名字就应该要霸气一点嘛。啊，叫 Ego 好不好？老鹰成一。没事吧？ 好啊，那叫刘氏成一好不好？啊，也不好啊。小股东啊，你也给爸爸一点线索嘛。名字好记又大气就好。好记又大气就好。好。哎，我不舒服，我们上桥去对面凉亭坐坐好不好？哦。你说什么啊？ 上什么？你说上桥去对面凉亭坐坐啊？上桥啊，这名字好啊。上桥？对啊，上桥，英文就叫 Central， 怎么样？还想吐吗？哈哈，太好了，小股东同意了，小弟，走。你看好不好看？不好看。为什么都设计不出满意的 logo 呢？ 没关系啊，慢慢来吧。你在家还打领带啊？当然啦、啊，穿着是我的态度。虽然现在在家里工作，还是要保有基本态度嘛。而且，穿对会带来好运。喂，哪位？ 唐先生，他在，你等一下哦。喂，唐先生啊，对对对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我现在自己出来做生意了。啊？什么样的大客户啊？ 女性睡衣啊，对不起哦，这条线我没有做。女性无袖衫，对不起，这条线我也没有做。那不然这样子啦，等我路线定好了，我 sample 做出来，我亲自拿过去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哎，创业维艰。 有订单就高兴了，你还挑三拣四，你这个不要那个不要。唐月龙是中东最大的成衣贸易商，他亲自打电话给你，要给你下订单，你就不要。那你要谁的订单？我再饿也不能踩到珊瑚的线啊！小股东，第一课，商场上要讲道义。嗯，做生意也要各凭本事嘛。 不行啦！大家都知道我从珊瑚出来的，我如果一创业就抢了他们的单，这传出去多难听啊！我也会对不起老板嘛。我没有办法照顾他的家人，至少不要抢他们订单，这样也算我有点诚意。那你到底要主打哪一条线嘛？ 等一下，你过来看。什么？上桥的 logo。男装。嗯。小股东，爸爸设计的好不好看啊？嗯。 不是问你吧，没事。啊。个人都有故事，说不完。不管面对的挑战有多难，只要相信自己就有力量。卷起衣袖，扬起风帆，坚持梦想。 下希望，让爱萌芽，一路软下，遍地开花。卷起袖。